以前觉得这形式没啥意义，是吧？你跟我交流吧，你是不是我弟子不重要，是吧？我都会大家交流很开心，一起交流嘛。甚至你是不是佛教徒，我都觉得不重要。但是后来师父跟我说，后来慢慢你随着修正，因为见相就见空性嘛，所以形式还是，因为你在人道，你在时空里，所有的诸佛吧都在时空里，时空就是个相，所有的一切都要空性以相来示现，啊，以形式来示现啊，嗯，你不能说你心中有佛，啊，只是心中有佛，所有的形式全部扔掉，不是的啊。嗯，就是大家都说我心中爱你，离你丈儿，你老公说我爱你，你老公说我很爱你，但是除了连影子也不见，你觉得那种爱可靠吗？靠谱吗？是吧？他要形式的，是吧？很多东西都是一样，诸佛菩萨是一样，为什么要上香啊？什么？你不要小瞧这些形式，嗯，诸佛他的所有这些形式都是空性的实现，这就是空性啊！空性在时空里一定是以相来呈现的。否则你虚空来呈现，虚空也是个相。除了虚空，除了相，你看不见空性。我告诉你，你永远看，你只有最后总是在相里边见空性。一切相即这一切法嘛，就是空性，就是一切法，一切相都是。嗯。空性本身也是无眼。嗯。而且对人道来说，尤其这些修行，其实实修这一块呢，有些东西。那这样说大家就会觉得老师可能是在学或，其实对我来说也没什么，就是学就学或吧，有些东西真不是学的，是给的，你没有那个通道你真的接不到，嗯，就像你想打通一个电话，你还得两个人知道电话号码联网嘛，是吧？还得有互联网，知道吧？有缘法缘嘛，嗯，但不管拜是在全国各地拜什么老师为老师，你们的根本老师是释迦牟尼，记住这一点，根本上师是释迦牟尼佛，嗯，因为我们还在佛的释迦牟尼的一代师教里，他的佛教化没有结束，其他人都是代佛传法，只要讲他的空性正见、缘起性空、中道，就是代佛传法，所以他的师生你们的根本上师是释迦牟尼，嗯。其他老师都是小学、中学、高中的助教，校长是释迦牟尼佛，知道吧？记住这个，谁问你，你的根本上是谁？你叫我是释迦牟尼佛弟子啊，只是在这个世界找了几个肉身这老师，哎，就是有些地方不知道跟他们切磋，知道吧？明白这一点，皈依就是回来依止，依止就是佛法神三宝来获取，就从轮回中解脱，从此岸到彼岸，从轮回中解脱。有依止的意思啊，大乘菩萨都摄心为戒啊，不是说要你说哎不这样不结婚啊出家，不是这个事情啊，因为受戒你要去寺院受，在家人是不能给你受戒的啊，除非菩萨戒可以，但是呢小乘的250条啊，比丘尼是500多条都要去寺院，要出家人受啊受戒，嗯，你出家才受戒嘛，但是所有的佛弟子即是说。不迟，即使说你没受戒，但所有的佛弟子基本上有一个佛教根本五戒嘛，戒、杀、盗、淫、妄、酒，哎，还是要戒的嘛。但是由于我们在家人就是不太看重这个酒戒啊，觉得这个我不杀生、不偷盗啊、不邪淫，但是这个因为我们是在家中什么就是居士，但是喝酒这个觉得也不犯法，这个也没，有时候还有药酒嘛。哎，但是呢，佛学他为什么戒酒呢？道家就不戒酒，你看道家就是专门还有的。你看把仙都打酒葫芦是吧，但为什么这个酒，就是因为佛学是一见定慧三学，就是它主要是见定慧，它主要是得定，所以五戒就是很多戒律，就说比如喝了酒你入不了定，所以佛弟子都不喝酒，哎，主要是一定，他不是管你气脉运行的，他说你气脉四大皆空，你就连气脉都不谈了，他是让你心性上，他以心法上走的话，心要入定，你喝啥酒你就定不住，你就昏沉散乱，其实杀生偷盗邪淫都是容易让人散乱，然后心里有内疚负疚感啊，心里有阴暗的一面，因为杀偷盗邪淫的时候很多东西觉得自己说不能在桌面上说嘛，就有隐私了嘛，因为你杀生偷盗了是吧，杀人偷盗你还敢说，那你就心里边有总有一片是见不到阳光的，你这个也不能得正定，就是说很难定住，嗯，很难进入无分别境界，因为你心里边总有隐隐约约觉得有一个罪恶啊，或者是什么，你不敢说嘛？那你既然敢说，为啥？是吧？有些东西，嗯。
所以才戒嘛。忏悔可以吗？忏悔可以，那都可以，都可以。最主要是你自己心里边是否是能解脱，并不是说这别人会找你麻烦。你有时候你犯了错或者那些，是自己内心解脱不了，自己有些罪恶感，有些的，其实别人又不知道，别人又不，有时候又是生生世世宿世的众生找你麻烦，也不见得能找到你。有时候啊，都那么远，也不见得能说，是你自己承受，你自己冷漠或者什么有些东西啊。